大天覆地人为贵，顺则吉兮凶则背。元太祖。好，欢迎大家收看新一集的元太祖。今集 Nikhil 继续跟林定康师傅在这里跟这么多位观众分享一些玄学上、佛学上的知识。林师傅你好。Nikhil 你好。林师傅啊，咁我最近咧去即系睇一啲同藏傳佛教有關嘅一啲故事啊，或者一啲文章入面咧，就發現到咧，原來有樣嘢叫做儒家史喎。咁乜嘢係儒家史咧？其實嗱，儒家史咧就用我哋漢語嚟表達咧，就會通常稱呼佢居士。或者一些在家的修行人就稱為儒家士。儒家士和喇嘛呢就是兩樣東西。儒家士一般來說不需要受一些正統的戒啦，但是他也有一定的法學修為，他躲在家裡修的，他未必是跟著一個僧團或者在一個寺院裡面修的，那些就叫做儒家士了。儒家士有些什麼，即是怎樣才可以成為儒家士呢？成為儒家士第一那些基本條件你要有齊啦，你要得閒啦，你要有姻緣啦，智力要正常啦，最好你智力要聰穎一啲嘅，你要身體健康噶啦，你要有呢個緣分學習到佛法，咁先至有得做儒家士。咁莊嚴仲有好多好多嘢嘅。哦，即係唔係可以因為先天條件而成為唔到啲儒家士？係，因為儒家士咧，佢係一個冇人提供環境的情況俾你之下咧，你去學習佛法咧，變相會比喇嘛咧就更加嚴峻嘅。可能你連衣食住行自己打坐嗰個地方，你都要自己負擔自己揾。匿喺個山窿入邊啊，匿喺個荒島上面啊，咁佢嗰個修行嘅條件未必及得喇嘛咁優越嘅。所以呢啲咧就更加睇你先天嗰、那個。命水啦，得唔得啦？所以如果你個命本身先天生得真係冇呢個緣分，或者生得唔好咧，做儒家士你係做唔到嘅。咁嗱，講完先天條件啦，咁有啲咩？有冇啲咩手續要做咧？即係譬如可能天主教可能有啲人要領洗完之後先可以做天主教徒嘅咁樣。咁但係如果儒家士嚟講，有冇啲咩手續或者咩特別嘅儀式要做先成為到儒家士嘅咧？一般嚟講，儒家士就冇特別嘅手續。即係你和尚有噶嘛？和尚你要剃度啊，你要受戒啊，又有一堆嘅儀式要做。儒家士係冇呢啲嘢嘅，比較 casual 少少，啲嘢放鬆啲嘅。所以佢冇話特定一定要做一個儒家士嘅皈依儀式、儒家士嘅剃度儀式，咁就先至可以做儒家士冇嘅。儒家士佢開始嘅地方就係你個心，我已經決定咗捨棄呢個世間嘅嘢，我自己一個人入深山修行，拋低自己老婆仔女或者我乜嘢現世嘅都唔要，我淨係要修行啫，咁就稱之為儒家士啦。咁冇一個儀式要做，冇手續嘅，冇乜呢樣嘢。當然儒家士都有儒家士自己嘅戒律，你可以選擇去受持儒家士嘅戒律，亦都可以選擇唔受持儒家士嘅戒律，然後去成佛嘅。咁儒家士佢嘅修行同喇嘛嘅修行又有係有分別定係點樣嘅咧？儒家士嘅修行同喇嘛嘅修行咧，因為你要知道儒家士，我唔答呢個問題住，我先講儒家士係咩先。儒家士嗰個儒家咧，唔係你去健身中心見到啲人將隻腳擺喺個頭度嗰種儒家，唔係 Namaste 嗰啲，唔係嗰種。儒家士嗰個儒家係代表降服自己個心嘅人，就稱為儒家士，叫 Yogi。作文叫 Yogi， 女性嘅儒家士叫 Yogini。咁呢一種嘅儒家士，佢哋一生人喺度做緊嘅嘢，就是學習點樣去調服佢哋自己嘅心，包括壓抑自己嘅慾望啦。或者去用不同的方法去按低它，咁只要它能够达到这个目的的行为呢，它们都可以做的。咁儒家士这件事呢，它不是只是藏传佛教独有，它在其他的可能，譬如你说印度教里面它都有的，咁只不过可能个叫法有少少不同，
他們會叫他做苦行僧。你如果你可能看一些獵奇一的新聞，你會看到有些、印度的苦行僧將自己的手這樣舉起，就整世都不放低的，舉到他連血都不到，枯萎了，乾了，變成乾屍的手他都不放低的。那班人其實都是瑜伽士，只不過他用一個虐待自己身體的方法來達到他降服心魔那個目的。在藏傳佛教裡面呢，瑜伽士的修行方法有很多種不同的方法，很極端的有，很平和的又有。好像在藏傳佛教裡面有一個叫84位大成就者 84 Mahasiddhi、Maha 代表大， Siddhi 代表成就，通常我們叫做 Mahasiddhi Yogi、這84個瑜伽，這84個大成就者呢，差不多全部都是瑜伽士嚟嘅，入邊有一啲嘅修行方法係好極端嘅，譬如話咧，有一個咧就係攞啲魚腸，生嘅魚腸啊，臭曬嗰啲，就咁放落個口度食，食完之後咧就等自己覺悟成佛。咁呢一班人咧嘅方法咧就喇嘛唔會做嘅。喇嘛是不會走去專登食魚腸，或者要去食死屍，攞屍體的肉嚟食，攞人皮嚟啄，或者攞骨頭去煲湯俾自己喝，佢唔會做呢啲嘅方法嚟令到自己調服心魔。佢哋係依據嗰個寺院俾佢嘅指引，或者所定落嚟嘅規範咧，而去進行自己法上面嘅修行。它有一個很明確的、課程的、你入嚟第一年你要做什麼，第二年你要做什麼，幾多點你要做什麼，三點到五點做什麼，六點到幾多點做什麼，幾多點不准吃東西，它每一件事都有一個、規矩定在那裡，你要跟足。瑜伽士不是的，瑜伽士是它覺得怎樣是怎樣，或者它的上司怎樣教它，它就是怎樣。所以瑜伽士和喇嘛它實際上的修行路線是完全不同的、你就當一個是基本上靠自己，差不多靠自己或者靠它老師就成了佛的人、一個就是有一個僧院保護的一個僧團裡面成佛的人，就是喇嘛，所以個分別都很大下的。那兩者的目的即是修行的目的有沒有都是一樣，都是一樣，都是一樣，都是想脫離六道，都是想脫離六道，都是調伏心魔、大家都是那幾樣東西而已， Power 力量、Compassion 慈悲和這個 Wisdom 智慧而已，都是為了獲取這三樣東西、所以差不多、即是瑜伽士，即是本身我是誤會呢，要成為喇嘛之前要做了瑜伽士，然後慢慢升級做喇嘛，即是他們地位上不是說一個高一個低一點，完全沒有這個對比的、因為喇嘛是和尚而已、瑜伽士是瑜伽士而已，他們兩個不是一個先後次序、不是要成為了喇嘛才可以做瑜伽士、都不是做了瑜伽士才可以去成為喇嘛、只不過大家在走的那條路不同，你要比較就是大家都是去、啟德機場的了、不過呢我就搭、Uber 你就搭的士、大家都是這樣去的了，不過的車不同咯，只是這樣的分別。明白。那我想問在成為大瑜、成為這個瑜伽士之後，剛才你說了很多大成就者，有沒有說什麼、任務是要他們去做的呢？有，通常瑜伽士呢，他在、他們修行啦，或者他們要不斷提升自己期間，他都會遇到很多不同的緣、有時就會遇到空行舞啦。那空行舞是什麼呢？空行舞就是一種很特別的菩薩啦、也多了很特別的神來的、要再分一集講的了、那些空行舞會自己下來去教瑜伽士一些法術，或者教他一些、心要一些重點、令到他自己可以成佛，他中途是會經過這些東西的。譬如剛剛我所說吃魚腸的故事、吃魚腸的故事呢，那個、那個人呢本身是好像皇帝還是有錢人的，我忘記了哪樣了、總之都是一些大戶人家啦，為了捨棄榮華富貴呢就專登去修行，修行期間就有一個女人呢整塊面青、整塊面紫色藍色頸的，咁就揸住嗰撥魚腸就叫佢食咗佢。佢話你唔食嘅話咧，你就成唔到佛，你唔使知道再修行。但係佢話呢個好臭，
跟住個講嗰個空行母就話：你都一樣要食，食完你先至可以成佛，你先至有成就。你如果連對呢啲嘢都有分別心咧，你點成就啊？咁哦，就一講完咧，佢就即刻放落個口度食，食完佢就真係有一個新嘅境界。哦，叫佢食魚腸嗰就空行母嚟，叫佢食魚腸嗰就係空行母。所以佢實際上中途佢學習嘅期間咧，除咗佢自己本身嘅師傅之外，其實大家成日講上師上師，上師即係師傅啫，只不過叫得尊敬少少。除了他本身的師傅傳給他的法門之外，亦都有自己的一些經歷，可能中途有些東西經歷給他的，有些神有些不知道什麼出現，就推了他去再高一個境界。在儒家士的故事裡面是屢見不鮮，經常都會見到的。哦，那你照你這樣說，儒家士會不會有自己的弟子呢？即是儒家士會不會做了人家的上司呢？會，儒家士的修行呢都是一代傳一代的，都是會師傅傳徒弟，徒弟再傳給徒孫，一路傳下去，跟喇嘛那邊一樣的。在藏傳佛教裡面，儒家士的地位呢是舉足輕重的，基本上沒有儒家士呢就不傳存在而家嘅藏傳佛教嘅，藏傳佛教唔係由一個喇嘛去創立嘅，藏傳佛教係由儒家士創立嘅。咁點解咁樣講咧？藏傳佛教我哋相信開山祖師就係蓮花生大師 Guru Rinpoche。Guru Rinpoche。咁蓮花生大師本身就係一個儒家士嚟嘅，蓮花生大師唔係喇嘛嚟嘅。所以你如果認真去睇蓮師嘅生平或者佢嘅成就咧，你會見到蓮師嘅戒律或者佢自己做嘅行為咧，同而家嘅喇嘛係有分別嘅。譬如蓮師佢喺斯陀林期間，因為冇嘢食，佢係要將啲死屍嘅肉咧切出嚟放落口度生食嘅。佢會將一個男人嘅人皮咧夾生剝出嚟咧，就當衫著嘅。咁呢啲都係有記載。而蓮花生大師，大家去睇佢個形象咧，佢都係留長頭髮嘅。多數儒家士咧都有一個習慣咧，就係頭髮會留到好長啦，須會留到好長嘅。嗱，你而家好似啊，其實。不過儒家士通常冇咁肥。OK。瘦翻少少似啲。咁嘅頭髮披肩嘅，咁所以大家見到蓮。師嘅時候，你會見到佢個像咧，其實都係有頭髮披喺個膊頭嗰處，不過大家少啲見啫。咁所以蓮花生大師之後傳落嚟嘅呢一套教法就成為咗而家嘅藏傳佛教。咁你話佢會唔會傳徒弟咧？咁一定會傳。譬如話一個比較出名少少嘅尊者密勒日巴，密勒日巴亦都係儒家士，亦都由佢嘅師傅一代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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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嚟。咁所以儒家士冇儒家士嘅話，藏傳佛教冇咁精彩。咁儒家士即係都可以做幫人灌頂啊嗰啲嘢嘅。儒家士可以幫人灌頂，咁不過而家因為好多人都會話自己係儒家士，就幫周圍幫人灌，真定假就唔知道。傳承上面都是以依止金剛上師為準。咁嗱，喺依一節完之後，最後想問多一個問題啦。咁即係嗱，而家就即係以前即係古代就話冇得咁樣啫，但係而家現代咁好多嘢都有資料記載，甚至入曬電腦啦啲嘢。咁使唔使話去邊度邊度登記咧？而家啲儒家士，啲儒家士登記係啊。我又真的不知道有沒有這件事。因為 even 你天主教那些龍虎山有修士啊、執事啊那些全部都 有記錄在案的嘛。那他即是在藏傳佛教有沒有這麼完整的系統去記錄這些東西呢？他記錄都是記錄和尚，儒家士就未必，因為儒家士他一修行他就躲在深山的，或者他在一個海裡面的，有些都可能在都市生活，但他不會有一個系統專門去登記儒家士，可能有我不知道。我希望如果觀眾知道有的話都話聲我聽，因為我印象中就冇嘅，和尚就有，但係儒家士嘅登記咧，我記得係冇，因為冇人做呢啲嘢嘅，一個修行嘅人邊得閒去搞啲咁嘅嘢。咁啊係，好，唔該林師傅先，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咧，再同大家圓太祖。
好，回到嚟第二節的元太座啦，林師傅。係。我哋繼續講下呢個瑜伽事咯。咁、我哋頭先講咗好多修行上有啲咩分別啊咁樣嘅嘢啦。咁有冇啲咩係威水過喇嘛嘅咧？瑜伽事。威水啊？係啊。要講威嘅嘢啊？係啊。即係有咩成就咯？係啊。又講一樣嘢俾大家聽咧，就可以查嘅，你查得翻嘅，就係、是、其實密宗咧，我哋成日講有四個教派啦。華人就中意叫做紅教、白教、黃教同花教。咁實際上咧，你喺西藏，你咁樣同人講咧，冇人知道你有乜鬼嘅。冇人咁樣叫佢哋嘅，全部叫翻佢哋個名嘅啫。靈馬、家舉、薩迦同埋格魯咁樣分。咁呢四個教派就係而家藏傳佛教現時四大教派啦。咁當然我亦都叫做四個舊派啦。咁亦都有啲新派喺下面走出嚟嘅。咁呢四個舊派嘅創派人咧，全部都係瑜伽士嚟嘅。當然你話可能白教佢係伽馬巴喎，伽馬巴先係教主喎。係咯。點會佢係瑜伽士？但係伽馬巴嘅教法都係由瑜伽士傳落嚟先至有嘅。紅教直接由蓮師傳嘅。我頭先講過，蓮師都係瑜伽士。格魯派嗰邊嘅大成就者成日攞嚟講啦，會跟隨佢嘅書籍啦，跟隨佢定嘅規矩咧去修行嗰個咧。都是瑜伽士，那叫中及伯，所以全部都是瑜伽士才有这个脉络。如果你纵观整个藏传佛教的体系呢，基本上瑜伽士呢就是实修的人，或者他负责找这一堆东西出来的人，后期的喇嘛呢很多时候都是依据他们出来的成果去修行和去保存，将他一代传一代，有系统地执好他传下去。去到后面呢就才有其他的喇嘛开始获得成就。再加上因為喇嘛咧，好多時候佢唔可以向人展示一啲神通嘅，因為呢個係喇嘛入邊嘅規矩唔準做。咁但係有部分嘅瑜伽士，因為佢哋嘅戒律問題咧，佢哋可以行使一啲神通力，譬如去幫人啊，或者做乜做物係得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喺好多藏傳佛教嘅故事咧，一啲重要嘅經典入邊咧。通常講到關於啲奇怪嘢，譬如你哋講話咩個天度突然間有條龍走落嚟拜神啊嗰啲咧，都會係瑜伽士招請落嚟嘅。咁所以瑜伽士係一個好特別嘅存在喺藏傳佛教，冇佢就冇依家嘅藏傳佛教嘅。咁嗱，除咗你講佢哋去創立依幾個教派啦，甚至成個宗教，如果冇佢哋就冇依個宗教啦。咁其實佢哋而家即係你講佢仲會寫啲論文啊，即係寫啲經論啊咁樣啲嘢。咁佢哋有冇啲實際上嘅？即係除了依啲佢匿埋做嘅工作，去實際上去做嘅嘢咧，即係會唔會好似嗰啲基督宗教咁要出去傳福音咁樣嘅咧？你而家講緊記錄嗰樣嘢？即係佢哋出去同其他人，你搞亂咗喎。記錄嗰個文件或者執文件，佢係喇嘛做。係，我知啊，知啊。即係你話寫都係喇嘛寫喎。但係佢講，佢講嘅啫喎。佢做到，佢揾到，佢知道咗，佢寫低咗。佢傳俾喇嘛，但係而家都係由喇嘛做㗎呢啲嘢。咁你話佢傳福音，簡單講，即係邊個行法啦，即係邊個落嚟報法啦咁。喇嘛同佢都報嘅。兩個都做。只不過大家做的方法就會有些不同。現在的瑜伽士基本上可以當做兩種瑜伽士。一種就是你見到的傳統瑜伽士。剛才講過啦，長須啊，頭髮又長啊，咁冇嘢做咧，佢就匿喺個深山入邊打坐，打翻一百幾十年先出嚟嗰種。咁我哋而家都冇乜機會見到嘅。另外一種瑜伽士咧，就係著到好普通嘅。好像我哋普通人一樣嘅啫，你睇唔出嘅，但原來佢自己翻屋企閂埋門咧，佢就修行噶啦。咁嗰班人就會幫手傳教，呢深山嗰班就唔會。即係而家現代嘅瑜伽士可能潛伏喺你身邊，你唔知道。你唔知嘅，因為瑜伽士本身佢已經冇一個特別要求嘅相嘅。除咗佢著起件袍嘅時候有要求之外，其他時間佢可以好似我哋普通人一樣嘅，你可能見到佢食肉飲酒嘅。但係你又會見到佢夜晚著起套衫，佢喺度念經嘅，嗰啲都係瑜伽士。特別多可能喺而家西方國家就會有，美國啊、加拿大、英國嗰邊藏傳佛教風氣好盛嘅，好多白人咧
唔好指定人哋個人種咧，又話我歧視。嗯、有啲又總之嗰邊西方國家嘅人咧，歐美人士咧就會。好多人係著住一件紅白色嘅袍嚟修行嘅，嗰啲就係瑜伽士。咁、瑜伽士佢因為同人嗰個距離近啦，同社群嘅距離近啦，所以佢傳教方面咧，佢傳得比較道欲少少嘅。我成日都講一個比喻，就係喇嘛傳教就喺個中心度傳嘅，瑜伽士傳教可以喺酒吧入邊傳嘅。咁你話邊個緊要啦？哦，咁當然係兩個都緊要其實。哦，因為有一班人佢個緣分就適合去佛。教嘅教堂，佛教嘅佛堂入邊學法，但係有一班人佢未去佛堂個地方學法，佢可能身邊只係成日出去應酬、做嘢、social 周圍玩嘅，但係佢都有呢一個認識到佛教嘅機會，就係需要嗰班瑜伽士去做。咁所以瑜伽士同喇嘛佢哋本身行緊條路係唔同，佢哋講經說法教導嘅地方亦都會唔同。所以傳教你問我會唔會話瑜伽士傳得勁啲、傳得多啲咧，又唔係咁講，只不過大家傳嘅路徑唔同，向嘅群眾唔同，咁就會有兩點頭啦。又成日講普度眾生，眾生有唔同嘅根氣，眾生有唔同嘅習氣，要依循住佢嘅根氣，依從住佢嘅習氣去傳教。咁你嗰、那個教派先至會壯大，先至更加多人認識到呢一個佛法。咁、所以瑜伽士做瑜伽士嘅嘢，喇嘛做喇嘛嘅嘢，但係著衫就唔同啦。著衫就唔同，就純粹頭先講過啦，著翻便服啦。唔係唔一定嘅。瑜伽士同喇嘛望落去最大嘅分別咧，係如果瑜伽士嘅話咧，佢嗰件披喺度嗰件披單咧，係紅白色間嘅，即係可能喇嘛嗰件衫嗰件披喺度嗰塊披單咧咁大塊咧，佢中間嗰個位咧係白色嘅，打直嘅條白色嘅，咁啊就成條披好似披國旗咁樣冚住。著嗰件衫，因為喇嘛就佢有好多層嘅，喇嘛嗰件衫咧，如果面可能紅色啦，紅色入邊黃色啦，下面一條紅袍。如果係瑜伽士咧，佢有時係上身下身全白嘅。因為在佛教入邊咧，係要求佛弟子著全白色衫嚟做法事啊，或者嚟係學佛法嘅。咁所以佢就會上下都係白，就一件白衫白袍，就加一塊紅白色嘅披單冚喺度，又分辨呢個係喇嘛。定一話瑜伽士，免得人哋撈亂嘅。咁當然亦都有瑜伽士照著喇嘛衫，亦都冇問題。因為唔好太過緊張，佢著咩制服嗰啲好小事，喺佛教入邊完全唔重要。你行到法，你識佛法嘅，你著住條泳褲你都識。所以嗰件衫只係一個形象嚟嘅啫。要去分辨佢哋用呢啲方法係最容易嘅。頭先講到啦，即係佢哋即係瑜伽士就可以選擇守部分戒啦，守曬全部戒啦咁樣選擇啦。咁我唔係就想問佢哋守唔守戒嘅嘢，而係想問咁有冇啲嘢係喇嘛做得而瑜伽士唔做得，或者瑜伽士做得喇嘛唔做得，有冇啲界線佢哋係唔可以僭越？有好多超過嘅咧，超級多。好多好多呢方面嘅細分嘅細節係有嘅。唔喺度講啦，太多啦。因為譬如你講瑜伽士佢可以食肉，喇嘛未必得，但有時喇嘛又得。瑜伽士佢可以隨時著自己中意著嘅衫，喇嘛唔得。剛才我講過，瑜伽士可以穿恤衫西褲噶嘛，瑜伽士可以穿泳褲噶嘛，但喇嘛係唔可以穿泳褲噶嘛，喇嘛係唔准捨棄佢套僧衣噶嘛，衰啲講就係到佢百年歸老瞓落棺材嗰日，都仲係著住嗰套衫噶嘛，但係瑜伽士就唔同，瑜伽士可以選擇佢幾時著乜，中意著就著，唔著就唔著，亦都冇一個嚴格嘅規矩。咁呢一個本身已經係戒律嚟㗎啦，唔係講著衫，係對衣著嘅戒律已經唔同，食嘢嘅戒律唔同。講經說法嘅嘢唔同，有部分可能藏人政府嗰陣時規定咗喇嘛唔准傳嘅教法，咁喇嘛就唔可以傳，但係因為冇規定瑜伽士唔可以傳，所以部分瑜伽士就可以傳，所以唔同，因為佢哋唔同啦，所以呢方面亦都有分別，戒律絕對有分別，一定有分別。好，咁另外我又想問一下啦，即係。其實我哋成日即係有時睇電視見到，就話邊個邊個原來係俗家弟子喎。咁其實瑜伽士，我聽落係咪就好似俗家弟子咧？其實就係你俗家弟子咧，就比較唔係好完全一樣，但係都好接近。意思上面好接近，但係唔完全一樣。俗家弟子可以係啲冇實際修法嘅人。俗家弟子可能佢只係攞咗一個經書翻屋企讀心經。
花旗念嗰一條咒，咁佢都係屬於儒家弟子。但係儒家士係遠遠高過呢個層次嘅嘢，所以如果你可能喺某啲嘅道場啦，如果啲觀眾而家睇到我呢個節目，你都曾經可能喺某啲道場、某啲上司方面攞過一啲冠頂，而你自己都修行緊，可能我每日翻屋企，我會讀三次心經，又會讀兩次道母咒嘅，跟住我又會修三片蓮花生大士嘅心咒，咁我就出去話俾人聽，我係儒家士啦。呢個完全係。未到那個位置，但儒家士是要去一定的級數才是的，但就可以說自己是儒家弟子，你可以說自己是儒家弟子，因為實際上儒家士這個身份，你剛才問我有沒有什麼 認證啊、簽紙啊，或者要有什麼途徑才可以確定儒家士呢，其實只有一個，你問我就是你的上司怎樣評價你，你的上司有沒有親口跟你說 You are Yogi、或者跟你說 You Yogini，有冇同你講過呢句説話？佢有講過嘅話，你就係儒家士，因為喺藏傳佛教入邊，你嗰套僧袍或者儒家士嗰套衫，係咪咩人都可以披上去呢？我俾你，你都未必夠膽著，因為呢個一個身份嘅象徵。呢一套衫必須要由你嘅師傅講到出口，我批准你著呢套衫，我容許你著。你才有資格穿起這套衣服、當他已經決定了你可以穿起這套衣服做喇嘛做的事，做儒家士做的事，那你就是儒家士，那你就是喇嘛。而如果他沒有說的這句話，你私下純粹貪到衣服很漂亮，淘寶買一套下來，然後自己笠住這樣走出街，那都不是一個儒法的儒家士。所以我說儒家士又好，喇嘛都好，有真有假、不是全部都是好，不是全部都差、一定要過到這一關先、如果你第一關都未過，只是拿到一條咒，你的上司或者給這個冠頂你的人沒有跟你說你是儒家士你可以穿的話，那你就不行了、但其實是不是都不應該去，即當然啦，我可以說儒家士在我們這個藏傳佛教是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即是做了很多重要的貢獻，那其實我們修佛的人或者我們學佛的人是不是都不需要太執著於自己是不是的，絕對不應該執著、這個儒家士的稱號又好，喇嘛的稱號又好，輪波車這個稱號都好、是一個稱號來的、不是自己幫自己取的、是別人給你的，你要記住這句說話、輪波車又好，Yogi 都好，永遠是別人哋叫你的、不會自己出去出面對住人講我是仁波切嘅，冇人咁無恥嘅，亦都唔會行出嚟我是儒家士，我乜乜乜乜。如果咁樣嘅人本身自己嘅心入邊都唔係一個正確嘅心態，呢一啲嘅稱號係記住係人哋俾，既然係人哋俾嘅話，就唔係你自己夾硬去攞翻嚟，係憑你自己嘅修為令到人哋覺得你係仁波切，覺得你係儒家士，而心服神悦咁去稱呼你，先至會成為儒家士，先至會成為仁波切，係咁樣去做嘅。即係你死後成唔成到佛，並唔在乎於你係咪儒家士，你係咪喇嘛，而反而係你有幾認真或者佢幾專心去學呢個佛學，係同埋你點樣去。你的修為究竟有多高，這件事是別人看到別人會知道的事、不是你自己去幫自己改自己爭取回來、是別人給你的，好像剛才我說仁波切這個完全就是別人給你的。我正想問這件事，就是仁波切，我們說咕嚕仁波切、你說他是儒家士，然後現在全世界都很多人說、自己是仁波切，或者其他人稱呼他為仁波切，其實這個仁波波切仁波切是不是都不是說喇嘛先做到或者儒家士先做到呢？ OK， 仁波切第一我要分講清楚一件事，仁波切是什麼來的？是仁波切，有人叫仁波切，有人叫仁波切，藏文叫仁波切，仁波切這個字的中文意思代表珍貴的、或者尊貴的。 OK、那為什麼會經常叫那個人做仁波切，你是仁波切，那個是仁波切，意思是你是尊貴的人，就稱你為仁波切、假設現在有個、有頭有面、很高級的官員去西藏，他都是仁波切、但是他的仁波切跟在佛教上面的定義的仁波切就會不同、所以仁波切本身是代表尊貴的、珍貴的、不是職位，
亦都唔係稱呼，而係一個形容詞。所以我成日可能我哋叫 Guru Rinpoche， Guru 係代表老師 ，Rinpoche 代表珍貴的，所以佢個名字你叫佢做 Guru Rinpoche， 中文即係咩咧？珍貴的老師，或者叫珍貴的上司，就係 Guru Rinpoche 嘅中文意譯。實際上，蓮花生大師嘅真名即係正確嘅叫法，應該叫做 Guru Padma Sambhava， 呢個先至係佢個名嚟嘅。咁叫 Guru Rinpoche 只不過係弟子，一般嚟講都稱佢為 Guru。第二，亦都覺得佢係好尊貴，所以會叫做 Guru Rinpoche。所以啲和尚嚟到香港，你都叫佢林波車，因為我哋尊敬嗰個和尚，覺得佢係佛法僧三寶之一，所以我認為呢個和尚係林波車。但係嗰個可能有啲人佢哋以為一定要某個職位先得嘅，譬如佢一定要格西先可以做林波車嘅，一定要佢係 Campbell 先可以叫做林波車，一定要 Cam Chin 先可以林波車。咁呢個係一個唔正確嘅用法，即係一個語文問題。我覺得林師傅教咗好多佛學嘅知識，我覺得啊你好尊貴，你教咗好多嘢，我都可以稱你林波車。其實可以咁樣做嘅，所以仁波車本身純粹係一個稱謂，一個敬語嚟嘅啫，就唔好講咩嗱呢個大仁波車，呢個就小仁波車，冇咁樣分嘅，冇大小仁波車嘅，總之全部仁波車就仁波車。Campbell 就 Campbell， 冇大 Campbell， 冇細 Campbell， 格西就格西，冇大格西、小格西，冇呢啲嘢。的而且確 Campbell 方面有一個比較Senior 嘅 Campbell， 即係高級 Campbell， 就叫做 Cam Chin， 係呢個叫法，但係都冇分大細嘅，全部都係一個名嚟嘅啫，冇大博士同埋小博士，我哋冇呢樣嘢。賣坐台燈嘅時候啦。最後想問啦，就頭先你講佛法僧三寶啦，瑜伽士算唔算係僧咧？瑜伽士算下面嗰啲，應該唔算僧，我唔識分啊呢、這個，因為僧格。佛法僧所講個僧，點解僧人和尚會叫僧人呢？因為在梵文上面 ，Buddha 就係佛啦 ，Dharma 就係法啦，僧叫僧伽，有啲叫僧伽。咁僧伽係代表喺僧團入邊出家修行嘅人，一群人修依從佛法嘅生活戒律去傳教嗰班人，就稱之為僧伽。咁如果嗰個 Yogi， 你都要睇佢自己嘅生活習慣，佢嘅環境，佢做緊乜，嚟決定佢係咪屬於僧。一般嚟講唔計，因為僧係指剃度出家嘅，冇頭髮嘅，要守和尚戒嘅先至叫僧。冇守戒，冇做呢啲嘢咧，佢唔算僧。可能佢直接變咗做佛嘅。所以呢個係一個可以討論嘅問題。咁啊，唔好專登將佢三嚿嘢夾硬拍落去啦。你就當佢係一個佛教入邊嘅一個大嘅成就者，或者一啲嘅行者。如果我哋用漢傳比較叫法多咧，就叫行者，唔係武松啊，唔係打虎啊。行者嘅意思亦都係修行佛法，但係在家嘅人稱為行者。而家少啲人咁叫，叫咗做瑜伽士。咁嗱，你頭先講到有84個係嘛？84個大成就者啦，點樣可以知道啲呢84個大成就者？好簡單嘅啫，你只要去 google.com。哦 ，Google 係冇錯，即係 Google 嗰度查八四。大成就者，即係84大成就者，你就會揾到㗎啦。好，唔該曬林師傅啊！咁大家有興趣可以自己翻去 Google 下啦。咁多謝大家收睇呢條影片啦。咁記住 subscribe 我哋呢個 channel 啦，將節目提示小鈴鐺打開 ，like 我哋每一條片。下面 comment 話俾我哋聽，有啲咩想聽，有咩想問。尤其是今集咧，可能大家都仲有啲問題想知嘅，歡迎喺下面問下我哋啊。去埋 Facebook。like 埋林定康師傅嘅 Facebook 專頁，今日節目時間咧就嚟到呢度啦，下一集翻嚟再同大家元太祖。